事都走了，行不行？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。我们回答不了。我觉得您撤了，刚才跟你说过了，共产党天下他妈不知道不也说说军事机密？咱们找去，不行，你们先回去，谁跟我谁跟我去？我跟你去，我跟你去。他去应急，他俩去应急。好了，你们放人去，你们去，我跟你去，我们及时啊，你俩去就行。现在不是装犊子吗？破了一锅干啥呀？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吵着没用。没有你，我气死了，气死了，别说了。这边空气也挺累的。该上访上访，对，上访人不接待呀，这不接待，为啥不接待？关键是咋的？我们人也没饭碗，也没啥的。我们搁那住不了，搁那住不了，不放你这也走不进来。对呀，人不能换了。坑里掉了，完他就说他不知道。没了，他跟他说，说你看你多傻，你来不前面，你们那些业主害怕全都走了，没人管你。抓呢？抓的是谁呀？咋的？看着眼，我那也有。我说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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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